从演员的诞生到我就是演员，您一直为这个舞台推荐优秀的演员。演员推荐人张国立老师。演员就位，表演开始。本季一共63位演员登上这个舞台，重新感受角色诞生的生命之旅。您用热情与耐心指点后辈，传承表演真谛。在排练现场，您强忍腰痛，坚持为演员指导至深夜。到他这趴这么长时间，这都是不可能的。现在就是感觉没找准。您用心呵护每一位演员，您的鼓励是他们超越自我的动力。你未来的路也会越走越好，我们期待着你更加绽放的那一刻。我相信你们都会有实现自己最终梦想那一天，祝你们前程似锦。您是演员的良师，就像国立哥刚才说的，这是一个诊所，更是这个舞台的大家长。真的是很棒，谢谢国立老师。今天你在这个舞台上收获了更多，好孩子继续努力。特别感谢国立老师推荐我来到这个舞台，感谢张国立老师推荐我来了这个舞台。非常非常谢谢国立老师的推荐，让我可以来到这个舞台上。国立老师作为演员前辈，他陪我们录制十几个小时，非常非常辛苦，谢谢国立老师。您都做了很多很多让我们后辈觉得敬仰和尊重的事情，我们会以你为榜样去感受你的魅力。十几个小时这样的排练，您一直在身边，有您在，我们心里特别踏实。谢谢国立老师给予我们年轻一代的演员做的榜样。感谢您的一路相伴。感谢您的一路相伴。感谢您的一路相伴。一直温暖着我们的演员推荐人张国立。